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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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家里没神仙，来到了邻居家门前，隔壁住的是尤大爷，问他有没有针线。你不要着急，我帮你把线连，是不是还没有吃饭，我去喊你的大爷。你们快来看看啊，我家今天吃饺子，我终于把作业给写完了。孩子你又跑啥，你是不是又对馋了？没关系，咱们邻里是一家。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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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吃饭呐。你们慢慢慢慢吃吧，我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。哎呀，早早早点回家，不要不要太晚，给我带瓶酱油啊。哎呀，不就一瓶酱油，我的家里就有，你们先用我的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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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十七年后的一天，我发现我又没针线，隔壁不再是尤大爷，统统装上了帽檐。我敲了敲门，我嘴着针线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，我家不需要保险。你和家里有人吗？我们房租已经交了，水表燃气物业费都交了，走吧，我再来问一家，是不是快递已来了？不是快递，外门不要敲门啊。时光匆匆匆匆流走，爷爷也不回头，邻居不再是朋友。哎呀，小小小小时候，防盗门都没有，心与心才能交流。哎呀，多想多想多想，回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是小朋友，一起玩玩乐乐笑笑，开心嘻嘻闹闹，邻里之间乐悠悠。